160个，坦白讲，应该是要6个小时哈、哦。不过我们临时就开了3线，所以我们在12点之前也把160个全部采完。那像今天这个采检165个，那我们预计大概1个小时就可以结束。我们的检验报告，如果是快筛的话，20分钟就可以出来；如果有高风险，我们需要马上知道的话，20分钟就可以出来。那一般的筛检大概3到4个小时。针对阳性，我们就遵照卫生局的指示。那该到医院隔离的就会到各医院隔离去。那如果说医院的量能不足，那卫生局会统一分派。那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也启动了，像有一些集中检疫所的收治，对于无症状或者是 CT 值比较高的，那我想我们还是遵照卫生局的指示来做进一步的处理。